大家好，我是景孝龙，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风光小镇黄龙县界头庙。界头庙镇是历朝历代关中平原向陕北高原过渡的一个分界点，素有延安南大门之称。相传春秋战国时期，荆轲刺秦王不成，反被处死。后秦王派人将荆轲首级送回原籍，路过此地，因天热将首级寄放于庙中。 故而得名界头庙，后因季界谐音而改名界头庙。界头庙境内资源丰富，由于海拔落差大，风力对流强，是陕北最佳的风力发电资源地。近年来，界头庙正依托独特的地理优势，将风电资源和草场风光相结合，培育的风电观光特色旅游。 已成为黄龙旅游的一大品牌，挺拔的大型风机，点缀在绵延绿色的草地之上，为风车小镇增添了几分厚重与神秘，为沿地区注入清洁绿色能源，也为黄土高原上的香格里拉黄龙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。站在这里，可以登高眺远。 既可以欣赏地势平坦的渭北平原，又可饱览壮观的草场风光。闭上眼睛，静静地感受清风，聆听山下传来的风声，抛开所有的压力，让心灵放个假。风光界头庙镇，欢迎您。